不吃吗？你已经整天没吃东西了，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他宁愿饿死啊，也不会吃你买的东西呀、啊。何必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呢？至少没有跟自己良心过不去。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你听我说，现在回头还不迟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出了事，你女儿会怎么办？我女儿已经死了。你到底跟我说过的哪一句话是真的？ 我太太在非洲去世，是真的。我那天没有跟你说的，就是跟她躺在同一个病房，一起跟死神搏斗的，就是我们的女儿。在我太太去世一个月后，世人也走了。那你那天怎么会到幼儿园呢？要跟我说你下一个目标是哪里？你这。